老婆子，老婆子，哎呦，老头子，你怎么成了拐子腿了？严防小罗摔了我一跤。哎呦，快坐下歇歇，爹爹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呦。猴子，这里有我嘞，你还来干啥？嘿，我是来给你报价呀。哦，要是那红贼不上钩，抢走国宝，夺走闺女，岂不鸡飞蛋打，就咱抓瞎？想的也算周到。哎，老婆子，哎，这温粮站就给你，后边的戏啊，就全看你的了啊。嗯，老头子，你就放心吧。嗯，我说衙役们啊。哟，给我四处的埋伏，草窝的爬好，不能怕虫子叮、蚊子咬。不叫你们出来，一个也别动弹。是啊。孩子们呀、啊，来，喝碗热豆腐。来，喝碗热豆腐。老头子，嗯，你不怕那山旮旯了？哎，我呀，就躲在这幕后床下。哦，有啥事啊？咱也偷着拉了。哎，啊，哎。你看那山道之上，好像是红贼来了呀！啊、嗯，就是这几个孬种。走，咱先上屋里去，给他们个冷板凳。嗯，走走。我的爷到了啊，到了。哎，有人吗？来啦。哟，是老爷们又来了，穿的这么文雅呀。老板娘，这几天俺的嘴皮子磨破了，鞋底子泡破了、哦、咱那个亲事该定下了吧。哎呦，亲事好说，来，先坐下歇歇。来，姑娘，先坐下歇歇。娘儿，把咱那好酒好菜端上来。果然是有钱能干仙女爱，小姐的情思为表不用猜，谢小姐盛情对俺来款待。
九爷，你是腊月的生的吗？怎么讲？怎么竟动手动脚的你？郭九爷，小女子不会用酒，望郭九爷见谅。哎，单饮独酌，何乐之有啊？哎，那就请小姐唱一段农家小曲儿助兴，如何呀？那可不行，俺闺女又不是卖唱的。哎，能听小姐情歌一曲，俺后母三生有幸啊。嗯，明儿要不咱就唱一首。既然郭九爷执意要听，那俺就试唱一段劝作敬酒。好，你唱一段我喝一杯，唱两段喝两杯，唱三段喝三杯。哎，你若唱上一天，我就喝他一坛。如此郭九爷请来上座。嗯，那就唱唱咱们济南吧。好。咱那亲事还没定嘞，定下，定下。老板娘，亲事定下。亲事好定，可有一事咱得讲在当面。讲。孝女明英，自幼可服造望，我到那开元寺磕过头、筹过钱，问过婚姻大事。那道士言讲，孝女若遇见大贵之人，一拜堂就命无常啊。老板娘，这命可是够硬的啊，请问可有个破法没有啊？
师爷问的可真在行啊，这种事儿没少干吧？活法倒有，就怕你做不到。讲。我就也惊叹。文亮斋，郭九爷不愧是见多识广啊，此杯乃我家祖传之宝，也是小女定情之物，就此一掷，谁要配上就是我家闺婿，新婚之夜用此杯和交杯酒，可地久天长。天助我也，此杯我府正有一掷，真可谓是天生一对儿，地配一双，真是老天作美，前世有缘呐、郭九爷，莫非有诈？师爷，你别打岔。这门亲事咱就定下。那我就应下，爷儿，你看行吧？就依母亲，明日来花轿抬新娘，一路别忘吹喇叭。丈母娘，老女婿，告辞了。我就依。老头子，你都听见了吗？半句儿没了。哎呦，要是让俺闺女进洪府，我可放心不下。那你有啥好办法？要不我做新娘？哎，那种好事儿还能轮到你吗？丈母娘，你怎么来的？不来还行。
老伯舅，你听着。郭九爷，那魏亮斋可准备停当啊。哎，丈母娘，你来看。这就好了，这就准了。新年到。郭九爷就别客气了。哎呦，我说来呀、看哪个小子不想活了都给我拿下，尝尝你娘的老棒槌。是失窃的文亮斋。侯爷，大人请看。先看这盗贼何人呢？撤！郭九爷心里明白。大人，不是我，是谁？是十一啊！不是我，是凤姐。不是我，是十一。是你，是你，是郭舅。大人，侯母多宝，并非爱财，这都是县太与我作对，我想出这一害呀。大人，撤，你就看着办吧。Yeah.